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同类疗法嘅疗剂，英文叫做 Jabberwandi，Jabberwandi，Jabberwandi，咁中文咧系叫做无果云香。Jabberwandi 咧呢个无果云香咧系一种南美洲一种树嚟嘅，呢种树咧系可以生长到成20尺高嘅。咁喺南美洲咧，印第安人咧就用呢個嘅呢個植物咧嚟到咧係醫一啲被蛇咬親佢有一種叫做 Trigonocephalus group 呢種咁嘅呢種咁嘅毒蛇咬咗之後咧一種解蛇毒嘅草藥嚟嘅。咁如果我哋唔小心咧食咗一劑呢個 Jabberwandi 咧呢種嘅草藥咧，咁我哋身體嘅反應咧就有啲咩反應咧咁我哋嘅面啦、頸啦、耳仔咧，會幾分鐘之內咧就係深紅色嘅、泛紅嘅。跟住咧，我哋成身咧就開始冒汗，嗰啲汗咧係一滴滴好似白豆咁一路咁滴出嚟嘅。咁同時咧，口咧就會流好多口水，差唔多咧係不斷咁湧出嚟嘅。咁可以咁講咧喺。咁一滴呢個 Jabberwandi 嘅刺激之下呢，我哋嘅口水啊同埋嗰個汗液呢差唔多可以話呢成半品缺咁多嘅。咁之後你睇到呢嗰個療劑呢嗰個係製造出呢啲咁樣嘅症型嘅。咁好明顯啦，同類相似啦，係咪？如果呢種嘅草藥能夠製造嘅療劑呢嘅症狀呢，咁呢種症狀亦都可以用呢隻草藥呢喺稀釋之下呢就可以作治療作用嘅。咁所以呢 Jabberwandi 呢嗰個無果雲香呢係可以咩呢，喺呢一啲盜汗，即係夜晚黑呢係飆汗飆得好犀利嘅，或者嚴重嘅潮熱好熱嘅熱汗啦，同埋熱嘅泛紅潮熱呢， Jabberwandi 呢無果雲香呢係可以處理嘅一個工具嚟㗎啦。好啦，咁無果雲香呢亦可以係咩呢，係用嚟呢係醫一個主要嘅我哋叫做嗰個絲腺炎，即係生炸腮，所以生炸腮呢係一個主要嘅療劑嚟嘅。
咁嗱，你知道咧，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喺一般嘅醫學嘅講法啦，就話咧呢啲童癌病咧好危險噶。咁咧就如果我哋生咗煞災咧，就佢有陣時咧就會影響我哋不育啊，或者咧係導致其他嘅問題嘅咁。咁喺我哋同類療法、自然療法咧，我哋個嗰啲嘅觀點就唔同嘅。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呢啲咁樣嘅細路仔嗰啲童癌病咧，其實咧係應該係一個身體最好係要一種鍛鍊身體嘅免疫能力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只要你處理得好咧，就唔會出現咧高遠即係蔓延到高遠啊，或者到乳房啊，係出現呢啲所謂嘅後遺症嘅。咁通常呢啲後遺症之所以出現咧，啲山楂疏後遺症咧，係我哋用嗰種手法，用嗰啲醫療方法係打壓嘅方法咧，係導致呢啲咁樣嘅後遺症嘅。咁如果你處理得好嘅話咧，譬如用正確嘅同類療劑啦。Jabberwandi 咧係一個主要嘅山楂腮嘅療劑，咁當然咧係唔係唯一，但呢個咧係一個可以好用得著嘅療劑，係處理呢啲嗰個絲線炎即係山楂腮呢方面嘅用途嘅。好啦，咁仲有一個地方可以用咧，就係、是、Jabberwandi 咧無果雲香咧，其實咧係一種西藥嘅製造西藥，一種西藥叫做 Pilocarpus。或者叫無果雲香簡 Pilocarpus 原來是一種西藥的由那邊抽取出來的，成為一種西藥是醫什麼呢？是醫那個青光眼的，就是幫你減低眼壓的。即是說呢，如果我們遇到一些情況，這人是用這些西藥來減眼壓，其實呢我們可直接可以用一個同類療劑Jabberwandi， 用可能 6X 一個低分能的療劑呢，是可以幫助，即是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亦都不會有這些即是西藥的副作用了。咁所以呢，在 Jabberwandi 呢，無果雲香呢，亦都可以幫助呢，是處理青光眼幫助減那個眼壓的這方面的問題的。好啦，咁還有一個地方呢，就是呢，原來呢，在古時呢， Jabberwandi 呢，是可以用來呢，是幫助啲女性呢那個乳房嗰個分泌即係譬如可能奶唔夠啊，或者停頓咗啊咁樣，咁用呢個嘅草藥咧，發現咧喺即係用佢一段時間啦，咁亦都可以幫助咧係女性咧恢復嗰個乳汁嘅。咁仲有一個應用咧，就係我哋所謂叫做秃頭啦，即係可能毛髮啦、眉毛啊。頭髮咧係脫落咧，係成個光秃秃就秃頭啦。咁 Jabberwandi 咧無果雲香咧，原來咧係可以通常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嘅頭髮咧係生長翻啦，亦都可以咧幫助我哋白頭髮或者金黃色嘅頭髮咧係變翻黑色嘅。咁呢個草藥成分咧，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嘅護髮素裏面咧喺經常於係用得著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介紹嘅無果雲香 Jabberwandi 嘅應用嘅地方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渣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創意健康店買得到。查詢電話係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網上訂購，網址係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